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昨天和你分享到，进入诗篇128篇，这新的一篇诗，它一开始讲一件事情，就给我们一把钥匙，就是怎么样可以蒙福。我们渴望每一天都蒙福，但是怎么样可以蒙福呢？敬畏耶和华，尊敬他，那个位里面有一个在他的权柄之下的降服，而不是上吊这样，我应着景象偏要那样。那么什么是敬畏？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遵行他的旨意，照着他的命令去做，遵行他的道。他要我走这条路，虽然可能我自己比较想走这条路，但是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坚持去走上帝的路呢？如果你放下自己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走上帝要你走的路，你就进入蒙福之道。上帝祝福你。整本圣经里面看到许多的人都是这样，照着他们自己，他们不一定要这样，但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就去。以斯帖可以躲在王宫里面过他的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但是神要他在那个时候去做一件事情，是他可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但是他说死就死吧，我去做。他就进到上帝的祝福，不但他自己进入上帝的祝福，神也用他成为非常多人的祝福。你我都一样，愿主启示你。很多人都在说，那可不是，我怎么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呢？当你愿意降服的时候，你就会清楚。当你说上帝，其实我要走这个，上帝我可不可以，我可不可以，我可不可以，其实我就是要走这一条。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会愿意告诉你的员工吗？因为你不管说什么，他都要走那个。除非你愿意放下自己，走在上帝荣耀的恩典当中。而接下来呢，在生活里面，他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祝福。我读给你听，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。在一篇诗篇127篇里面，其实已经有讲到了，就说能够每一天辛苦劳碌，而能够享受劳碌所得来的，这真的是恩典。不要赚得了全世界，结果病了，结果没有胃口，结果天天担忧，什么也吃不下去，赚了一堆的东西，结果满桌摆在那里，留给佣人去吃，你真的很辛苦哎。能够吃劳碌得来的，这真是恩典。后面说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当你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你会经验这样的事，即使人看好像千难万难，但是你会经验上帝为你征战，上帝为你开路，上帝带你走一条出人意外的顺利。祝福你新的一年做对的决定，放下自己的想法，走神的路，经历神奇妙的恩典，凡事顺利。一片乌云能弥漫当中。
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而顺服，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个没有一点为难，他是不让我们痛苦，所有伤心存世，所有言及羞耻，都成祝福若心而顺服，心而顺服，因为出自意外，无能的耶稣喜爱，唯有心而顺服，心而顺服，因为出自意外，无能的耶稣喜爱，唯有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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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